天罡八卦掌传自于道门，是道门高公所秘传的一门功夫。师父的传承是诀、法、咒、术、功是一体的传承，它是一个综合的全术。它放下来它可以养生，使用起来它可以保护身体，抵御一些外在的阴性的能量场也好，对身体对生命的危险也好，能够保护自己。它的练法分天地人三步，那么我们平常的都在地步上开始学习练习。首先是把架子要学会，在没有圈没有点的状态下把动作做好，做熟练，然后再上圈，落在点上，把脚落在点上，然后再去练习，可能有3年到5年的时间吧。那么它中间又有一些辅助功，大家都知道，这个每一样功夫都有它自己的辅助功，比如这个点穴泻骨，它需要鹰爪力；武当五龙天罡八卦掌里面，它也有它的辅助功。在地盘上，就是首先的就是要有铁鞋、铁衣、铁帽，还要有这个练一些掌功的掌上的功夫，黄泥鹰手掌，也叫黄泥朱砂掌，它有一完整的这个练法。那么地盘上呢，把圈走熟练了，架子走熟练了以后，可以在中盘的时候就可以上桩了。在桩上走，大家都知道，在地上走不好，在上桩呢就会掉下来，很不稳固。那么在桩上的目的就是熟练脚下的步伐，你的眼睛用余光看到你的点，在桩的顶端快速的行走，包括你的架子、你的套路都要在上面去练，这呢脚下面稳固，身体轻盈，它就会像鸟一样，像燕子一样的轻，把你身上这个100多斤和你体重差不多的这些纱衣、铁衣放下以后，那么你就知道你的速度在哪里，
你会感知到你的身体就像在云里面一样。在练中盘上桩以后，在上面的行走熟练，差不多在那个有从九寸到三尺到九尺这个距离在上面去练功，由大桩到小桩，最后变成一个小细竹竿能在上面行走。练到这里你的功就算练完了。但是它里面的秘法，比如它里面的画符念咒语掐诀，这是在上桩了以后老师才可以传授。它对身体的要求柔和，就像风吹荷花左右摇摆，非常柔和，像行云流水串联不断。是说你在练功的时候，内里的能量，内里的气的运行和外在形体的旋转运动就像日月运行一样，没有间断和停止。财不玄足，他不要一立，玄足是复兴，与七星的能量场合一。就像咒语里面所说的，我身一北斗，我心一北斗所以这里面的要诀很多。财不玄足，云行九宫，在这个八卦里边，九宫里边，在这个生命之花里边去行走，阴阳转换，环套八法，包括他的身法、步法、手法、肘法，都有他独有的特色，所以非常珍贵。在过去古代，三五岁、七八岁就开始练功了。那么他们的练功，他是每天差不多十个小时，就像是现在上学一样。过去有很多的老师，他们练了功夫练得很高以后，都放下了，因为练功夫，你练得很高，和别人交流也好，保护自己也好，不是伤了别人，就是伤了自己。所以他不符合道门的要求，所以练到最后都会要放下来，打坐练筋，炼丹修道，让里边内在的能量场聚集流通，提高升华，让自己的身体产生从量变到质变，这就是炼丹修道。武当五龙天罡八卦掌是我所知道的唯一的一套与生命之花的图案是相吻合的，任何一种符号它里面都有一种能量场和宇宙的能量场是相通的。那么我们人在这个能量场里面，在这个大的符号上面去练功，练习套路，站桩，打坐，练劲，练气功，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和内在能量场的提升都有非常大的帮助。